覆天落日的长街，难道邂逅只能有一面，瞬间就永别，唏嘘的岁月，让你的微笑镶嵌在心眼，交错的命运的傀儡不停地浮现，被人潮瓦解，或许抓不住看不见，梦中闪回无数画面，突如其来冰冷的风模糊我双眼、母后，我的燕儿掉水下了，谁去救她？儿臣在。是母后对不起你，哥哥，你不要杀燕儿，我求求你，求你放过我的燕儿。儿臣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舅舅呢？怎么样？崔安是谋反，罪不可恕。这宫中凶险，我以为事事都顺着他的心。以崔家的势力保护婉儿，但我真不知道，永远都满足不了他的心。燕儿，母后，儿臣已经长大了，以后换儿臣来保护你。崔相已被关入天牢，等候三司会审。谋反一案牵涉甚广，陛下，此次定会严查。婉儿，谋逆一罪，按律株连九族。陛下已是格外开恩，参与谋逆者，依法处置。崔家其他人被贬为平民。三世不得为官。本先生回来了。沈沈，怎么？认不出来了，这可是……别转了，头都晕了。是我，萧沈沈，如假包换。是沈沈的声音，也是沈沈的样貌。
可是你这怎么是个女的呀？我本来就是女生呀。哎，周全呢？周全，知道本神使回来还不速速出来迎接？人呢？你们不会是偷偷准备了什么惊喜给我吧？好，可不要太隆重啊。神使，神使，神使，周全，我回来了。神使，周全姐姐她已经走了。那日周全姐姐去太后寝殿送符文，可她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被崔爱瑜的禁军给杀死了。大祭司说你应该想见她最后一面，把她安放在这冰棺之中。周全，孔侍卫，你帮我一起叫周全起来吧。好像大家最近都很喜欢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我们平时在一起玩的那么好，一定是他想逗我。快，你快帮我跟他说，这个一点都不好玩。周全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簪子。你戴上真的很好看，知道吗？好看。这皇宫里的事儿，没有我周全不知道的。那这个给你。什么？这是陛下赏赐的新创药。侍卫哥哥，谢了。我现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是不是要以身相许才可以呀？好，我喜欢你，我就是告诉你我喜欢你，你不用着急回答我。孔侍卫，今日你问我的问题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是什么？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。试试这双运动鞋，你看，今天萧神使帮你换上。躺在上面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冷？有了这双鞋，你的脚还可以暖和一点。如果我早一点给你穿上，
你被追杀那天，要是可以跑得更快一些，就不会。神使显灵了，你们还不退下？神使恕罪。难道我消失了？虽然要感谢大雨下的及时，但是这次我竟然完全消失了，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？我能回去了吗？还是就不再存在了？这么久了，能回去我应该高兴才是。可是如果我真的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，齐言会怎么办？会不会怨恨我？参见陛下。萌萌，朕一定会为周全报仇，让他安心的离开的。孔安呢？他还好吗？朕从未见过他那样，整日像失了魂。可见周全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周全可能只是出了趟远门，去去就回来了。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知道那天你倒在我怀里，我是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我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离开我。后来齐素把我关在房里，虽然我的心还在跳动着，但是我的魂已经跟你去了。傻瓜，那朕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齐言，你知不知道可能我也要消失了。如果我消失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会不会也像孔安一样痛苦？萌萌，嗯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朕希望你永远记得，朕永远爱你。以茶代酒，祝贺婉儿重获自由。陛下亲自送我们，这样一来，臣被贬戍边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。这谁传的谣言如此不准确？明明是皇叔不想见到朕，故意跑得远远的。不是你说要来送他们的吗？怎么来了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舍不得我吧？就你话多。萌萌，我们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会常常给你写信的，总有再见的时候。李腾，
这什么？地下饮水渠图？我还以为你这小气鬼不给我了。你怎么突然良心发现，把它给我了呀？本来朕也没想藏着，这地下饮水渠能造福苍生，朕只是不愿西迷的子民也饱受干旱之苦罢了。我代表西迷百姓，谢谢你。不必多礼，只要你以后别再来齐国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这次来齐国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等水渠建完我还得来。你下次再来，我和萌萌可就大婚了。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走了。婉儿，就不能不分开吗？我舍不得你吗？萌萌，我们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，大多数的人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，所以才更应该珍惜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只有一双手，一双手怎么能抓满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呢？或许很多时候能够勇敢地面对离别，体面地说出再见，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，对吗？萌萌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如今他们都走了，还真是有些寂寞。姐，如果可以，我都想一直留在你身边。陛下，崔安石、崔安祖、崔安瑜都已招认，谋逆案涉嫌官员都已逮捕归案。另外，在崔府司库内发现大量珍奇的字画古玩，经查，多是朝廷官印所赠，其中牵连甚广。崔安石潜心朝野多年，势力自是盘根错节，此事不必再深究了。至于谋逆案相关人等，按律法一并处置便可。是。萌萌今日用膳了吗？回陛下，灵台阁那边的人过来说只用了一些。走，看看。是。神使这个样子已经有半个月了，人都憔悴了。他只身一人来到齐国，周全是他难得的朋友，如今也不在，婉儿也不在宫中，他肯定觉得孤单。他之前和朕提到过想家，想必此刻也是思乡心切了。你倒是快想想有什么办法，让萌萌开心起来。陛下，您是知道的，神使的家乡那么厉害，什么新鲜东西没见过呀？咱们这儿，或许他要的不是新鲜的东西，而是熟悉的感觉。如果能把这儿变成和他家乡一样，萌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陛下。陛下，这里可有您说的方便面？
这个还有点像。汤呢？啊，汤早准备好了。上汤。陛下，这可是御膳房用最好的食材做的。这个加这个再加那个，加起来应该差不多。是，陛下，那其他的汤呢？你喝得完？谢陛下。来，猜猜朕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当当，这像不像你们家乡的方便面呢？这都比得上我家乡的佛跳墙了。佛跳墙怎么做的？你告诉朕，朕一定让御膳房做出来。不用不用，这个就已经很好了。来，那你快尝尝。你快尝尝。好吃。朕还有别的惊喜要准备给你呢。嗯？嗯？快，他们要开始了。快来，快来看。这不是我之前和他们讲过的经典桥段吗？他们还把我上次画的手枪做出来了，挺利索嘛。我入宫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。你们这些四人真有意思，总喜欢在天台见面。四人？我和你不一样。我刚开始也是四人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。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来吧。怎么上来晒太阳？给我个机会。怎么给？他们演的好认真啊！你看卢总管的胡子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好啊，去问陛下，他让不让你做好人，那就是要我命了。对不起，因为我是大内总管。鲁总管，我实在没忍住。你还别说，这鲁总管的演技吧，要是在我家乡那边，绝对就是影帝级别。快换场啊。是。还有啊。嗯。萌萌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黎大人的漕运计划已经在苏州段完工了。是吗？黎大人知道了也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今天谢谢你。我今天很开心，看了电视，吃了泡面，还有爆米花，就好像回家了一样。萌萌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嗯。朕从前从未想过未来的皇后会是什么样的，但朕现在知道了，朕未来的妻子有着圆圆的脸，圆圆的鼻子，眼睛像月牙一样，笑起来她会变成一条凤眼。小小的个子
力气也不小，他总是会有很多的想法，还总是给朕很多的惊喜。萌萌，嫁给我。母后已经给我们赐婚了，这是朕的请求，也是皇命。可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呢？啊，就是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，或者是我生病。不许你乱说，朕不管未来如何，只要有一日你便做朕的妻子一日，有两日你便做朕的妻子两日，只要朕还在，只要你还在，我们就日日在一起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相国崔安石懈怠职责，以权谋私，贪污赈灾粮，屯养私兵，以图谋逆，大不敬宗庙社稷，现处于主谋相国崔安石、禁军统领崔安宇等13人死刑，府内家产全部充入国库，其三族内贬为贫民，三世不得入朝为官，其他参与谋逆者37人，削其官职，流放岭南。钦此。陛下受命。朕今日还有一事要宣布。鲁恩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神使黎萌萌聪慧机敏，言容有度，人品贵重，册封其为中宫皇后。钦此。这怕是不好。陛下，自我齐国立国以来，皇后都是出生于世家，敬慎持恭，训章礼则，而神使女扮男装，先扮作内官，又假作男子进入灵台阁，举止肆意，若是作为国母，实在有失体统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体统若没有的，饮水区无法建成，无数百姓饱受干旱之灾；若没有的，在祭坛那日，朕险些就要葬身于大火之下。何况这是母后的赐婚，朕已经认定她为此生唯一的妻。鲁欢，在。传旨下去，3日之内完成册封大典。是。陛下，您贵为九五之尊，婚姻大事不仅是家事，更是国事，怎可任性妄为啊？朕活到如今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受国法礼教的约束，唯独这一次，朕就是要任性一回。陛下，您若真喜欢神使，可纳入后宫，但后位地位尊荣万万不可呀。若您执意如此，老臣愧对列祖列宗，请陛下三思啊。请陛下三思。朕意已决。陛下，请陛下三思啊。陛下会朝。Thank you.
相术，这是怎么了？宣太医呀！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外面怎么了？方才孙尚书晕倒了，不过太医及时为其医治，已无大碍。让太医院派人轮流候着，御膳房吃食也备上。是。灵台阁的人吩咐下去没有？正不想让萌萌大婚前烦心。老奴已经吩咐过了，不让萌萌姑娘知道此事。不过她若执意来找陛下，便和她说，夫妻在大婚前三日不可见面。夫妻。经过夏里与风爱的焦灼，不怕错过，只可相比起漫步的骆驼。当偶尔雨撑起着想你和我这未知的难过，不用哼着风的歌，不顾任何江边阴暗的天色。为你明白了那件事，你却已消失，我在黑夜迷失，该要怎么停止？爱你恍如隔世，可思念逆流成诗。我和你从前要穿过千年承诺，看大雨滂沱，你仿佛还在我身侧。我要去跨越，去触摸你的那刻，却望不尽你对岸本就变透明的轮廓。要怎么诉说这颗心如此坎坷，真的想要握紧你手心里的寂寞，可你却劝我近一点就会定格，在你心深处某天最爱我的那个。